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 Om Sense 的水晶能量。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呢，这一个是来自于云南的一个你看到的石头，是属于那种天然的那个蓝色的，叫做山水铝石，英文名叫 Gibbsite。这个山水铝石呢，是铝的那个氢氧化物的一个矿物。在那个铝土矿床中呢，它是一个主要的成分，主要是由那个含铝硅酸盐经分解和水解而成。通常在那个什么热带气候呢，是有利于那个山水铝石的那个形成。在那个区域编制作用中呢，经脱水它可以变为那个叫做软水铝石或者是硬水铝石。硬水铝石呢，大多数都要到140到200 Celsius 才会形成，然后随着那个编制的程度的增高呢，它们都可以变化为刚玉。这种矿物在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在生活中实现自我，并释放我们那种压抑的心情，然后逐进我们那个自发性，然后帮助我们做一个决策。所以这今天就是为大家分享这里的经史，谢谢大家，感恩大家，更祝福大家。